各位淘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为大家介绍一款，乌龟投影灯啊。这款乌龟投影灯的外观看起来是非常的可爱，一共有两个颜色，一个粉色的和一个蓝色的。此乌龟灯出厂的时候是不配我们这种电源线了，但是为了大家的使用方便，凡购买我们的乌龟投影灯，我们将会赠送一个，直流电的一个电源线给大家使用方便一点啊。乌龟灯呢，一共有四个按键。第一个按键是开关 ，RO1 是和 RO2 是控制我们投影出来的灯光效果，然后 RO3 是控制音乐啊。如果不控制的话，它的音乐会随机播放的，有三种音乐。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乌龟的使用方法。后面是装三节的7号电池啊，这边有一个开关，然后把它打开以后，现在它的效果马上就会出来，我们调节一下它的灯光，然后音乐可以说是非常的漂亮，一共灯光的多少可以自己去调节它。不管是小孩子还是女生，都是特别喜欢这款我们的乌龟投影灯的，因为它的造型非常的可爱啊，而且我们使用的材料也是非常好的材料，摸起来的手感也是非常的好。